上来亮座炮三六九顶级导播导播是故意的是吧他妈导播站着听三七也笑了哎这两个字有点分对他妈导播亮的座炮要我说导播才是最大的串子就那个第一视角就是没道理给的三阶发型存在致敬这个发型都能中分说明已经知道严重了哎呦找到了真得发的今天这两个队绝对有节目效果的绝对会谁把谁单杀了100%发的他这个血量其实 Ruler 已经占优了呀夏洛这波线推完 Able 要 B 了呀这再玩下去压力太大了感觉这家打野还不在的好倒钩这踩漂亮闪现 Ruler 哇顶级下路这就是 MSI 冠军下路吗直接剑杀了每波细节都拉满对 Able 其实刚刚那波线推完应该是要 B 的他这换血你很亏了提前冲进来打四级打三级但是 Q 空了还在往前走一个叶撞起来要交闪了吗好还是要交闪这个闪必须交的万一被掰起来要死的哎卡拉维在干嘛卡拉维卡拉维这么凶啊还好敲了个易碎闪现过来挂 Q 跟闪吗卡拉克应该没第一时间没意再撞起来哇的发全是细节啊卡拉维这波这样吗但是这个下路优势太大直接来中路给波压力但是好像被一打二了对先打一套吗这里左手进来好先打一套先打你一套让你走来了好要走马上又有被动了闪现 W 吗要好直接过来锁那必死无疑了牛头直接被秒杀难受啊这还是猴子离太远了呀这里离扣看过来有没有办法吧离扣有闪的咱们交闪完了这么一次应该是没买单杀卡拉维吗卡拉维刷个盾而且左手还帮忙扛了下塔故意伤害不够哎呦差一点好可惜呀、啊、杀掉太可惜了我说实话哎闪现过来看知道你没闪的两个人都没闪一锁二要招秒了呀扛塔也没所谓好像好扛塔也没所谓还是换了一个还不错杀了一个没了不知道15分钟是差7000还是差8000还要过来抢找369麻烦369交闪一个一撞走那这样还有危险吗后续 TP 杀一个可能要死两个啊好杀一个看看十几个吧哎一个都没死了还行啊一个没死一个没死要看中路了 Able 这里可能有危险的队友都在上路中路塔下输的话就会动手了输了扛塔 Q 闪失误是大洋物是大洋物但是 Ruler 有 Big Fly 好 Ruler Big Fly 黄叉大剑长剑对没毛病开脚哎呦猴子的伤害太变态了不过这里交闪跑了猴子怎么办没 W 了没 W 猴子 RT 交闪369来了马上要叫羊了撞得漂亮哎呦这波都能连接上吗三击没闪但有大招撞墙了巨大失误啊三击不是老司机这个墙撞上了那没办法跑了呀中塔掉了 Oh my god 知道劣势很大过来拼命呢看三六九能不能先手叫羊吗三六九阿波进来滑想闪现清哎呦 Able 这里应该是必死了大招 Big Fly 哎呦打了四个山羊哎呦369但是这波团全部撞起来然后回头再把直立撞起来这波团经济差距也大呀太难了对于 OMG 来讲他们拼命拼得太早了觉得第四条龙出去拼命好像也差不多提前来拼搏命黄蜂玩的爽一点
容错率高一点可能。好，直接叫羊，这个闪，哎呦，闪现躲掉了击飞，但是没躲掉大招，但入了差点把小雷有秒了。好，直接把小雷有秒了。这里阿 K 要 BPP 嘎很肉，马上大没了，直接闪现撞起来，那结束，直接一波了。好，提速也挺好的。对，提速也挺好的，这把对线就已经记了，这下路都烂成这样了，打上去没意义，本来就靠泽利 C 的局，下路记了玩不了了。下路被线杀打野真得来保吧，不来保你这也别人 C 不了啊。只能我跟你说，这种出现意外情况，下路被虐的情况，只能勾巴打野不玩游戏了，来下路强行就加勾巴玩。来张狗啊，你不来玩不了的呀。只能369的羊是真的很，对他上单也肿啊，他妈在差点没卡拉被打崩的情况下，369还是玩回来了。顶级春寨虐杀打完都没感觉，打完了吗？卡拉被都没感觉。